8233，你去过台湾了吗？啊，你过来乱折。折。他没去过，在台湾你有亲戚朋友吗？啊，得让嘛，我给他买面包。够吗？他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啊，没喝到红酒吗？够吗？他不会。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你来乱了，有这么办法不去工作吗？好啊。他受得了。如果雇主要求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你主要给我们发增加不够没有？好啊。他愿意。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问题和履历表上的内容都确实。我不能保证你准备进货没多久了，你还卖了是不够？懂吗？他保证。好，现在请你做算术，为什么不能办？对了，现在请你提沙包，不然没把背包盖满了。不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OK。现在请你伏地起身，没准备半杯了。不懂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。三十 ，OK， 谢谢。谢谢。